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，骑车去巴黎的作者。我今天呢是休息了一天，晚上到这个迪拜的黄金市场来看一下。这里真的是太有钱了。我身后的这个黄金的吊带儿，我是实在是感觉自己好穷啊。
逛了一圈呢，我实在是提不起任何购物的欲望，真的。主要原因就是卡里的钱它不允许。在这儿逛要买东西，我估计卡里怎么得有个180万都不好意思。为什么呢？随便一个那种黄金的东西啊，哇，我都不好意思问价格，因为他一看我就觉得我买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大家欣赏一下，欣赏一下就好了。